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JPM， 我是小杰。Hello， 我是王子。我是毛弟。哇，两位在忙什么啊？哦，我们现在在挑照片。不要透露太多好不好？距离我们台北签唱会还有两天了，好不好？知道我们在干嘛吗？我手上拿这些东西可是都有原因的，好不好？他们在做这些动作也是为了当天的歌迷哦。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我们在干嘛的话，10月16号下午2点在西门町联合医院，我们不见不散。